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亚当，今天要给大家介绍一个 bug， 无敌。首先，我们要先抢一辆车，然后开去洛森都改车王，一定要市中心的那个。其实也不算是无敌了，只是让你所处的位置让别人没办法伤害你。而我觉得这个 bug 还是蛮有趣的。到了以后，我们不要开车进去啊，我们卡在中间，拿出你的枪，让改车王关门。然后来到这个位置，先把两个气罐给炸了，要不然的话，等一下很危险，一个不小心把自己给杀了，还要记得把自己的血给补满。然后来到这个位置，以旁边的黄色为准呢，对地上开一枪。你会被弹飞到后面的轮胎上面，然后当你站起来的时候，哎，我上来二楼了。二楼你可以随便跑。接着我们过来右边，同样对地上开一枪，你会来到第三层，这里就是我们要来的位置了。你现在已经是无敌了。你会发现警察看不到你，别的玩家也看不到你，因为你在房子里面。接下来我们把门给关了，这样没有人可以打扰你了。洛森都改车王正式关门。哒哒。不过同学们要小心了，不是所有位置子弹都可以穿透出去的，比如说这个位置是墙，这里也是墙，这里也是墙，哎，这里可以出去，这里也可以出去，大家要小心别把自己给炸了。如果想离开的话就往中间跑就可以了，有降落伞的朋友还可以开降落伞，一直飞会一直飞会一直飞，抬头看还是挺漂亮的，可惜我的降落伞刚才用完了，哎呀。